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依下列哈个体的哈，就是这两题哈，图形中的的边长与角度的提示哈，求出图中未知数的值。啊，这里未知数有 x、a、b 啊，那这里有 x、y、z、s、y、z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哦，这个是一个菱形啊。菱形哈，它的对角线哈，互相垂直写平分，所以这 x 呢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90啊。好，那互相垂直平分嘛，那这个是10，然后哦，这里还有了，不然就求不出来。这个它是说8，那因为这是10嘛，这是90嘛，这是8，所以这个哈。会等于6，也就 b 哈会等于6。那因为它互相平分嘛，所以 a 就等于这一段 ，a 就等于8了。a 等于8。好，再我们看这个，这个他说哈，这个也是一个菱形啊，这个对角线呢互相垂直平分，所以这是直角。好，这里他说40度的话，这个也是40度了。那个上下对称嘛，这个40，所以这个是40，这是40度了，所以 z 的话哈等于多少？等于40啊。然后这40的话，那这个就多少了？不对，这40度这应该是50度，哦，因为这两个加起来是90，这是50度了。那这50，所以这是50，所以这里弄错了，这里应该是50啊。z 是50啊，好，那50度，那这里应该40，这40，所以这也是40 ，x 等于40。那 y 呢 ？y 的话，它是左右对称的，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所以 y 它也是50啊。所以 x 是40，然后的话哈，y 跟 z 都是50啊，而 s 90 ，a 是8 ，b 是6。